show you how it's done. Laura's a picture, Louise. When I colour in, the magic will begin, and together we'll make the picture come real. Laura's a picture, Louise. Take a look and see how easy it can be. Come along and draw with me. So Laura's a picture, Laura's a picture, Louise. Louise, 换一辆救火车给我。朋友，你们好！你好，路易！你好，优诺！喵！喵！嗨，优诺，是你在喵喵叫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我。嗯。喵！喵！喵！朋友是你们吗？不，是小猫在叫。喵！拜托你们，帮帮我，我被困在树上。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下去。喵！哦，我的天啊！我们要怎么样把你从树上救下来？我怎么办？我有个点子，别慌张，我马上回来。你听到了吗？路易说：“别慌张。”所以我们别慌张好吗？别慌张，别慌张！哦天啊，我好慌张哦！我回来喽！我要画。一辆救火车，救火车，但是没有失火啊，路易。救火员不止灭火，他们还帮忙解决紧急的事件哦，像是救树上的小猫。哦，我真想当个救火员。这很简单啊，仔细看哦。要画一辆救火车，开始先画轮子，像这样。然后把所有的轮子连起来，接下来向上画一个大正方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前车厢。没错，我要在里面画一个长方形，是挡风玻璃。然后画一条直线，像这样。完成了后拖车。还有，我们一定别忘了水管，像小拱形。另外，我们还需要救火的梯子。哦，对，首先我画一个圆圈，把梯子放在上面，然后画一个长长的方形。我呢，我要画梯子的梗木。然后我要把警报器放在车顶。好了，救火车会发出什么声音呢？朋友们，哦咦哦咦哦！喵！别担心，小猫，差不多画好了。对，现在我们只要涂上颜色，涂红色，救火车是红色。走吧，优酷，乐意，我来了，耶比！啊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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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优酷，你教我。直直向前，像这样，很好，完美，停住。好了，小猫，下来，现在平安无事了。谢谢你们，你们两个真的救了我一命。喵。
我们是好救火员，对吧？对。要画一辆救火车，开始先画轮子，然后用一条线连起轮子，再向上画一个大正方形。这是前车厢，然后在里面画一个长方形，是挡风玻璃。画一条线直直穿过，像这样，再加一条小线条，完成拖车。至于水管，就画一些小拱形，还有梯子，先画一个圆圈，然后上面画一个长长的方形。还有，别忘了在梯子上画横木。还有警报器，在救火车的车顶，好让它可以发出哦咦哦咦哦咦。现在我们只要涂上颜色。来吧，优客，也许还有其他的小猫需要救援。我在这里，乐意。再见喽，朋友们！再见喽。